前，伊会主动出影离去的。警察出马，迄个时阵一对夫妻相救，主动过世的时阵，我向他破门，救家是谁？这家是谁的？因为正开口变夫妻，马延庆的引导失灵，然后听因小弟入面正当见地，我哩误伤伊的性命，上早就错，将伊的尸体带回京城祭中心庙，我哩一年春秋日节。向您打听伊家后下落，甲当今无动无静，无忌三条女贼，先放了门，走。天家平生，我哩无这体了，匆匆忙忙发生何故？分别龙兄弟来，快来！天下来了。苏竹碧因为住宿家在哪里？在五条边吗？我都哪里啊？从住宿家带上进来。领子。我是洪兄，你阿哩是何人？剑锋，你管你阿何不打去了？兄弟无欢，你无追求。三四兄，大刀。一表人才，我一边边建连的，未解所在超大当的路人，一该当何罪？万恶嘛！万恶！师兄，如今阮使用自家，阮有可能即款冤家行为，一来二去是因为上爷爷路人心量重大，叫我为我离去探望，这是离处离意，一切代志希望皇上变成手好啊！是。马延庆，伊个帅哥是伊六年心念淡薄，伊写下批信，敢不有这回事嘞？我唔叫，是我怎么叫破病？但是就要请先生，唔是要请阿姨的，在，唔是要请阿姨，对，好技术，你做一款，你讲有一件，你讲有人写下批信。到底是何人啊？请记得吃啦！青菜青菜，有人要买青菜无？你看无？你无伫屋内，你来金龙宝殿创什么呢？阿爸，我来到这大量，就是要听你讲话。听我讲话。讲你的话。要来讲我的话。对。哦，啊，哪里是？我就给你听。会记哦。会记的，放心。你是谁呢？我是阮阿爸的仔。你来这做什么？我要来这做证据。做证据呢？对。有啥物证据呢？算不知啊，当初是阮阿爸无唔对啦，较想影讲，让阮阿姊啊破病，啊要邀请一个大夫来医阮阿姊啊。阮阿爸有写批。批在哪里？批哦，我小姐。你若无看袋啊！你是讲要讲话，还是讲讲写批的代志？啊！你都要写批啊！还袂讲。看，这老狗早早嘛叫你扒一个啊！扒一个，我批藏在遮，我这个烦恼我藏在裤袋啊嘞。皇兄啊！怎样？我拿扒写的批在遮啦。内中两条。我一我哪样？马延庆，现在我这批是明明是你亲笔的，也安尼敢讲你无做事无？不是皇上，这评价伊的，无唔对，肯定是我写，但是我唔是要请伊。不过皇上你也无相信，提着我什么进来问看卖？在，哎呦啊！既然你做，李三，还这下去，马小姐进殿，马小姐上殿。马哥，终于，飞条你是有点难办，虽然要来问伊，那是我讲的，但是你都爱听爹的话，
你今仔日这么个亲事，我爸无同意，无论怎你袂用讲甲伊的事。如果你若是爱慕伊，我袂阿爹，爸叫结婚断绝。哎，爆料！用你平心，方才听这言道，你甲伊讲实情到以下，也是伊情感有处的。我嘛，讲，就是讲，讲啊，看这代志来，代志都爱讲啊，你个，就是讲，我唔知呀，阿姊啊，你莫袂记的哦，穿衫穿裤记父母。将人带回去告白天地，妈。